不要激光空白。你不空白，激活那个它高度不一样，或者都少布点也行，要不然压出来高低不一样。是吧？我杨哥昨天咱就是你忘了那个瘪了，那个还够不着，都没压成型。尽量让它每个孔里都有，尽量一起出来整齐一点，那显得好看。你不要再问。要不然他以为我们的机器，你要压出来，有的成型，有的不成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。退休的给他退回去，不退休的不能再开一点。你现在主要是我已经开始拍视频了。从头到尾，你说我这哪样是轻的吗？就中间就几个孔就可以，其他孔都不要，也推。好嘞。走。开始了。好。